大家好，我是福创云端总经理 Leo，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新年假期过得愉快。今天很荣幸可以向大家介绍 Patent Cloud 最新的生成式 AI 功能，如何让专利的分类管理和分析更简单，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吧。专利概要功能 Patent Summary 是我们去年发布采用生成式 AI 归纳大量专利技术的利器。这次我们把专利概要功能整合到了 Patent Vault 这个用来管理分析专利的工作空间。只要在专利清单切换专利概要分页，就可以快速启用，掌握技术内容。那在 Patent Vault 的专利概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Patent Vault 的专利概要可以让您一次建立三层的技术分类，用来归纳最多10万件专利。不像其他平台的专利分类，除了名称，我们还提供摘要，让您更容易理解详细的专利技术内容。其次，您可以直接用 AI 生成的分类，直接创建资料夹管理专利。类似于画面中的碳化系半导体技术分类。此外，我们也整合了 Patent Cloud 原有的荧光笔功能，可以直接套用已经设定好的关键字上色，这样可以方便阅读和找到最相关的类别。当然，除了管理，分类的目的更多是用在分析。以下就让我来为你们演示。专利矩阵 Patent Matrix 是 Patent Vault 的进阶功能，可以用任何专利栏位，包括透过专利概要建立的资料夹，产生矩阵分析图表。如画面演示，碳化系半导体专利技术分类搭配主要专利权人，可以让您轻易掌握不同公司专利布局的技术重点，从而比较竞争者在不同领域专利布局的重视程度。专利矩阵还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包括国家、年份、法律状态和专利品质、价值等资讯。您可以用这些栏位进一步分析在调研的技术领域中每个竞争者的专利地位。如画面所示，专利矩阵除了比较不同权利人，也可以用来分析单一权利人的专利布局，了解竞争者布局的重点技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变。我们都知道生成式 AI 可以为我们带来便利，但同时又对机密保护有所顾虑。接下来就让我来介绍这些类别名称和摘要是如何产生的。画面是一个示意图，包括大致流程：首先是分类，其次是提取关键技术内容。最后让 GPT 生成类别名称和摘要。在分类环节，我们把语义相似的专利分在同一类，确保每一类的专利都和同类比较相似，和其他类比较不相似。接着，系统会采用我们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把每个分类的专利清单取出关键技术内容，并转化为 prompt， 让 GPT 依次生成类别名称和摘要。过程中，使用者和专利的任何可识别资讯都不会提供给 GPT， 所以不会有泄露的风险。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和大家展示 Patent Vault 新发布的专利概要功能，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会持续采用最新技术来协助大家的专利工作。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演算法的速度与准度，并且和更多 Patent Cloud 的功能整合，让专利分析不再只有统计数字，还敬请期待。有关更多资讯，请参阅影片附注中的连结。如果您有兴趣了解碳化系半导体专利分析，也欢迎与我们联系申请试用。感谢您的观看，再次祝您新年快乐，谢谢。